少年会把热爱放在哪里？他们和新时代的中国一起成长，见证祖国近十余年来的飞速变化。知识不仅能改变命运，知识本身的命运也在被改变。无论是大山深处还是繁华城市，成长都在以一种新的方式绽放光彩。当新时代的阳光照遍祖国大地，无尽的热爱便有了方向。他们把热爱放在赛场，让拼搏的汗水与青春交织成动人的乐章。第一次练习，第十次加速，第100次扣篮，战胜比赛更是战胜自己。他们把热爱放在指尖，让传承的情感与岁月舞动出时光的奇迹。一笔一画，一凿一刻，是文化信念的闪耀，为沉淀千年的记忆延续出鲜活精彩。他们把热爱放在方寸之间，让探索的勇气破解科学和自然的奥秘。每一次发现，每一次创造，每一次进步，是不懈的坚持和挑战编织成的科学理想。他们把热爱放在掌心，让举手之劳书写出人间暖意。幼小的心灵从此种下关于爱的种子，为成长的路上时刻有温暖力量相伴。把热爱放在前行的脚步，把热爱放在山川大海，把热爱放在远方的课堂，把热爱放在藏满知识的书本，把热爱放在阳光下，在祖国的广阔天地肆意奔跑，勇敢作为，这就是他们的热爱。奔跑吧，少年，新时代的成长，热爱皆有归处。与祖国共庆，新中国成立75周年华诞，生日快乐！